我觉得没有问题。关于非案情的部分哈，过几天沉淀以后再跟各位报告。你要说明一下吗？案情的部分我们不能谈，好，不过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从礼拜五早上到现在，真的很长，那真的谢大家，那回去休息一下，那关于非案情的部分哈，过几天沉淀以后再跟各位报告。您觉得您对得起您的选民吗？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所以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吗？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吗？非案情的部分我们过几天再报告。我资料给你，只有民主席，单独资料给你，谢谢。我是打来向您的李明燕，这是单独资料。